就当是还你一个人情吧。大师，您太好了吧！太感谢您了，为了这个白瓷盒粥，我今天恐怕是要多浪费一些电，多做一些东西。开心。本来再努力一下就能争取到机会的，可惜了。你就真的这么想当小商贩啊？你有事吗？很晚了。 我知道，我就再做一会儿的发簪，不会浪费你太多电的。浪费电？哎呀，你这么晚了还来查岗，不就是嫌我浪费电吗？没错，你是挺浪费资源的。你还有事儿吗？没事的话，请帮我把门给关上，谢谢。 我是让你从外面把门关上。哎呀，本来想把这个摆摊资格证给你的，可是现在看来不是很想要了。天哪，你从哪儿弄的摆摊资格证啊？给我的吗？我是怕你太穷，付不起房租。这个就当是还你一个人情吧。大师，您太好了吧！太感谢您了，为了这个摆摊资格证，我今天恐怕是要多浪费一些电，多做一些东西，开心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太激动了，没有控制住我自己。没关系，你早点休息，晚安。 大神，你干嘛呢？没干嘛。你是后背有点痒吗？我帮你挠吧。不用，我好了。 我给你切了点水果，感谢你的资格证。啊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你的书拿反了。 那我先回房间了。